就是一种那种真诚的个性的流露。刚刚说很喜欢韩流，很多人也都很关心，说明天会去听演唱会吗？明天是谁的？是少女时代。你看忙到都不知道谁来了。会吗？当然会想，可是我明天好像很多事情要做，很多的宣传性。对对对对哇，好，他很想很想看。什么时候到香港宣传呢？有哎、欸，其实我10月2号在香港好像有一场小型的音乐会。10月2号，香港的朋友要来哦，好不好？小型的音乐会大概有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曲目吗？会有没有？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多是这次专辑的歌曲，那也希望可以唱一些旧歌，因为现在的曲目都还在讨论当中。其实我自己有个问题耶，就是要再回去一下下。好，你说你大家可能会质疑说你好像整形啊或什么的，可是我这样看起来，其实你越变越漂亮。你自己有没有因为在这个圈子真的减肥，或者是做一些努力？你知道减肥这件事情呢？我其实是比较崇尚健康的这一类的啦。可是因为公司的很多艺人都是纸片人，所以他们这样看完我们公司其他的女艺人，然后再转头看，我就觉得说。怎么过胖？会吗？就觉得他很瘦耶，可是没有到瘦。我觉得都是因为现在的荧幕啊，那种16:9的宽荧幕，就是害死整个线上所有的，你知道艺人朋友。全部要检讨了，都吗？就是会比较，如果真的要上镜头好看的话，其实真的就是瘦一点会比较好。对，那我自己的话是。就在宣传期的时候会比较瘦，因为比较忙，也会吃，只是那个就是。怎么讲？那个吃的时间会比较不一定，会吃比较少，也会对吃比较少，因为赶时间。啊，所以整个就是有消瘦。你有算过吗？从你出道前出道后，真的是有瘦吗？还是一直这样胖胖瘦瘦胖胖瘦瘦的？胖胖瘦。可是你的运动美少女啦，对不对？假如说你健跳啦啦队的，成为美少女，你是美少女啊！谢谢哦。对啦，可是我在做热瑜伽，哦，多少就是会脱一点水分，有没有？你就觉得自己好像瘦了一圈。然后也有骑脚踏车，对。所以当艺人不简单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进这个圈子之后，我之前真的以为说我只要就是唱歌就好，我没想到还要做这么多事情。想要进演艺圈的朋友们要小心哦，进演艺圈不好进哦，而且因为有媒体，然后又要秀，其实我觉得当歌手真的很难呢，对，然后还要自己面对很多的质疑，对，所以这5年以来，假如统结第5张专辑第5年，然后那么多的歌迷喜欢你或什么，你有没有自己对自己整理在演艺圈的一个心得这样子？心得啊，其实让你有什么感想？进入了这个大染缸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有啦，其实一开始踏入演艺圈，多少是比较以紧张为主。那现在的话，就是稍微比较会应对了。因为以前的话，我是真的讲话讲很少的人，就你可能问我一个问题，我说对啊。萧敬腾二吗？对，一开始比较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对，比较简洁的回答，然后到现在就是会尽量就是能多讲几句话就多讲，然后也。自己也比较放得开了，所以就是面对媒体什么的，就是个性有因此转换，所以才会翘下巴、啊。对啊，谁会在那边翘下巴呢？是不是？是好的。那所以到了我们的做送礼物的时间，因为今天很难得邀请到了郭靖来到我们的匹克帮聊天室，跟很多的网友们互动。那么来参加这个聊天室的网友们，当然也有一些齁康啦，对不对？哇哦！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样的礼物呢？是我们怎么样往前面？对，一下到前面。好好郭靖呢会制作这个熊熊。片要送给我们娱乐玩的好朋友们，请坐。这个怎么做呢？是直接看他想要贴什么在上面。哇，然后上面有熊熊的卡片，这样是不是？每一个歌手都有那个手工制作时间的。目前我看过最简单的是王心凌，我觉得郭靖这个非常的这些选一个，选一个，对，选一个。然后你可以自己做一些，你觉得喜欢的这个摆饰上面啊，最后我们签个名，送给喜欢你的歌迷朋友们。最喜欢是，其实这也可以选一个是不是，对，也可以选，这都要写吗？还是就选两个就好了？看他喜欢，看你就是弄完之后，然后签名吗？对，然后你可以发挥你的那个创作天分，我可以帮你拿，谢谢你。对，这是我的，所以是用这个年是吧？对，好久没有使用，这是对啊，美劳克哎，直接挤，没紧张啊。好，爱心上面的星星，你美劳好吗？你有妹妹。那么长，要再倒久一点。因为我很少使用那个对美劳产品，以前就是美术课的时候。喂，还是没有真是干掉了吗？真的是速干型在里面就干掉了。要不要再去拿一个？还是胶水什么的？没有呢。好，还是你先画画。还是我先签名？对，还是你先签名，然后写一些。
祝福的话，然后给喜欢你的歌迷朋友。好，你有没有遇过疯狂的粉丝啊？我的粉丝其实还好，都不太疯狂，比较冷静一点。但是我遇过奇怪的粉丝，就是他送我一堆那个别的艺人的那个照片啊，对，或者是素描别的艺人，就是没有我，送给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看到之后有没有傻眼？彻底傻眼。他是素描谁的？他好多哦，什么吴尊啊，然后他送错人了哈。是好多哦，还是他希望你也喜欢吴尊？可能吧，真是太怪了。好，那我们歌迷在你面前哭过啊？就唱，就是你可能唱歌唱唱，你看到台下有人哎得考，有吗？是还哎有，我有歌迷，就是我去签名会的时候，他就是看到我然后就哭了。我说不要哭，为什么要哭？是他可能就是感动啊。太感动了，或听到你的歌太有感触了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听到郭靖的歌，很多人会在 KTV 里不自觉流下泪来耶。哎呀，年烦年烦，哪有人好？哪是好？没有关系，你以后看到年烦了，这就知道是谁做的了，好不好？就是郭靖做了年烦了，这原本应该是个音符，对不对？这年完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好，差不多就先这样哈。好，我们写一些话。那歌迷有没有做过让你最难忘的事情？送过你什么样的礼物啊？或做过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实在是就甘心呗？有哎，其实我很喜欢收到他们写的卡片。对，然后内容吗？还是？对，就是就是我们不鼓励歌迷花大钱送礼物，反而是自己亲手制作一些卡片啊，或是有整理一些我的照片这种，就是会特别的喜欢看。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做影片，就是。影片里面就是他们对我说的话，其实都会很感动，把它剪辑成一个类似像动画这样子的东西。所以不要花大钱，有心意就好了，有心意就好了。但是专辑还是要买正版哦，钱花在专辑上面，要多多支持正版的专辑跟好歌手啦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郭靖制作的这个爱心卡片。哇，大家一定要赶快上我们的皮克邦娱乐玩来索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张年返的，因为真的太特别，它年返了，真的，真的，不会不会，带回家一辈子都这张。再来第二个呢，是熊熊卡片啦。熊熊的话，我们就在好贴上去，它有个哦，它可以用徽章，对，然后把揪。很难得哈，来这边意外的做起了美劳课。对，又不出来了吗？哦，好，有了，要可能按久一点点就可以这样子。哇哦，上一次做美劳是什么时候了？哦，美劳吗？已经是念书时候的事情了。应该是，但是画卡片是比较长，对，比较长。你会送给姐妹套卡片吗？或者是情人？之类的会吗？会自己做卡片吗？姐妹我会。哇，让当你姐妹很好，感觉你是一个非常 sweet 的姐妹。因为我觉得那个大家真的要珍惜你自己的友情好朋友，因为爱情它可能会稍纵即逝，但是你如果那个时候不好好珍惜你的好朋友，他那时候离开你的时候，到时候你爱情也没了，你朋友也没了，好不好？大家注意一下。所以是叫是怎样？警惕我们人不要见色忘友，就对了。好，我们熊熊的部分我们就稍微简单一点哦。好，就是两个眼睛跟两颗星星。这样有比王心凌稍微复杂一点吗？其实有啊，因为他才太简单了。王心凌是我看过最简单的。好，因为他那天是在扇子上面画画，是各有各的风格。哦，扇子啊，对，是扇子吧？我记得 对不对？记性很好。好，两张拿给我们的这个镜头看一下下啦。好，这两张呢，就是呢，这个是郭靖亲手绘制的，所以说今天有上我们这个聊天室的网友们，你可以到匹克邦的娱乐玩的这个聊天室上面来留下这个索取，对，然后就会送给你咯，假如你幸运的话。好，谢谢咯。那在这边的话，我们顺便聊一下好了，因为他是说有自己写。OK， 网友的提问时间要怎么拿到卡片？是只要上网站的时候留下资料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回答问题，郭靖的问题，然后你就可以获得这两张这个郭靖亲手制作的这个卡片。再来，郭靖要谈一下之后的行程，我们刚刚也介绍过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歌迷朋友说的？
其实就是我觉得永远的谢谢。对啊，从出道第一张，不管是大家是从第几张专辑开始认识郭靖，但是都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，然后让我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然后也希望往后的日子，如果还有继续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的话，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，谢谢。好的，那这么今天谢谢郭靖咯，也谢谢所有今天参加的网友们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